我们的家将团队来到现场。别去混沌灌母香，有无相推定用名，天回地震不出车，不公大道最丢脸。阿在何妖众下惊，众在消灭我江乡，我的江乡雕上枪。诚心来恭迎着孙领导，咱的家乡大事。有一人五福大帝加钱，咱的师父家乡家乡大事，来领着咱福安宫来祝福。这边太急了。
来自咱中横中林大，咱的家乡大事，林家的好安江，感谢着咱山林大。很准时来恭迎着中横游进会，咱的幸福千岁圣尊来驾临着咱好安江来祝福。人员两边请帮我退开，我们的最帅的行王啊，行福千岁圣尊莅临到我们现场来赐福，来请我们的两边的观众朋友帮我们退开啊，我们看得到桃园杨振慧的用心，看得到桃园杨振慧的真情，感谢桃园杨振慧的用心办理，请心来恭迎着幸福千岁圣尊降临着咱南阿福安宫，来共同庆祝280周年以及永安城165周年的庆典。现场我们看得到行府千岁，哇，这个战甲战袍非常的昂贵，造价不菲。我们的杨振慧啊，在神明的这个事务上可以说非常的用心，匠心独具，来为神明来装点他的神威以及光彩。我们在台湾的迎神庙会当中，我们所看到的是来自于台湾非常多的手工艺，非常多的精品，以及非常多的神威，以及我们的最美好的信仰，感恩着咱幸福千岁，感谢感恩咱幸福千岁，日日那好安宫来守护，而且恭祝着咱游进会恢复昌隆，恢复昌盛，财源广进，同四海，招财进宝，我落来。谢谢我们的青阳师哥，来我们的公园上面的观众朋友请帮我们退开，我们的每一顶的神像待会儿都会停留驻驾在这个现场。